袋鼠的寿命为20至22年，但它的生长期长达1.5至2年。此外，袋鼠是一种袋鼠目的有袋动物，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，而且部分品种为澳大利亚独有。袋鼠的外形特征，袋鼠是一种食草性动物，其前肢短小，后肢发达粗壮。雌性袋鼠的腹部长有育儿袋，袋中有四个乳头。小袋鼠出生后会在育儿袋中发育生长，直到具有生存能力。此外，袋鼠的尾巴粗壮且长。袋鼠的生活习性，袋鼠是一种以群居为主的动物，喜欢在夜晚外出觅食活动，但也有部分品种会在清晨或者黄昏活动。此外，袋鼠常以树、洞穴、岩石等作为遮蔽物，在行动时两后足一起跳跃。